几乎直接全解决了。发，方圆几百米的魔族，周围力太大。
我没事。天哪，终于得救了。弟弟，你吓死我了。团长。我居然能站在逆天魔龙的身上。鸟儿。好险啊。啊，就差那么一点。你就永远埋在里面了。一头小猪。多亏了婴儿妹妹和麦兜，要不然我们这下你们知道麦兜的厉害了吧？居然能变成翱翔天际的巨龙，这只要看过一眼就能变换成他们的样子。任何生物，哪怕是九阶的黑龙，麦兜只能飞一飞吓吓敌人，而且还需要虽然变换而成的黑龙没有任何实力，但等以后麦兜进化到高，需要消耗大量的魔晶和灵力来维持。看你还敢不敢再说要把麦兜做成烤乳猪鸡，也许能变换成真正的逆天魔龙啊。前面就是纳里克星省的边界，出了那里。纳里克星省我们就彻底安全了。我们是猎魔团的身份绝不能暴露。刺客电影采儿，我你有没有一些秘籍可以的救命之人。别急着感谢。毕竟人魔不两立。你想干什么？是吧，月魔族的小姐。的猎魔团团长阁下，我可以保证，年轻的从不相信魔族的保证，绝不泄露你们的消息。我错。玄回之境，你们对我做了什么？用了一根同样的辉明之针。只要我，我在你的心脏里种了，你的心脏都会被瞬间碾碎。我引动禁制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如果我死了，禁制就会立刻触发，而且只有我能解开这个禁制，也救不了你。那这个禁制触发，就算是魔神皇，禁制就不会发作。前提是怎样才能解除？只要你每年见我一次，能完全解除。等到魔族彻底毁灭，是，我一直没死。但想，现在你们的命都在我手的那天吧。你欺人太甚！首领，你有什么资格讲条件？我绝不会泄露你们的身份。此外，人魔不两立，确保你们不会死得太早。我猜你们还，我还会尽力帮助你们。你的道具能帮你们伪装成魔族，躲避还要继续在魔族境地行动。这里面的的确，没有了商会掩护，避风险，
没有魔族敢阻拦你。我们现在在魔族纳里克行省的边境，且我们在魔族的行动并不方便，完成任务还是绕道避开纳里克行省的接下来，不管是继续深入魔族腹地外内走很长一段距离，而魔族直接返回联盟都要在魔族范围的风险就可以大大降低。而有了这个伪装，我们前往悲啸洞穴路上我们还有任务在身，就此别过。感谢你的帮助，月夜会长。等一等，至少告诉我你的名字吧。我的时间不多。你想让我叫你主人，或者龙浩辰？好的，龙浩辰，你再帮我一个小忙吗？你说。临走之前可以容抹除记忆的技能，抹掉他们的，麻烦打晕我的属下，我有一点这个没问题。你们的记忆才能绝对确保你们的安全。大家出发。先离开这里。是是，团长。的话我们一定会为你解除禁止的，如果将来你能对人类保持绝对忠诚的话，你好自为之。金守成，我相信您一定会想我。龙浩辰，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类，就是你最大的软肋。其实但仁慈只有死人才能保守你，这个既救了我又要杀我，你可是第一。冷小，你就会忘记关于猎魔团的一切，等你醒来之后，你会忘记关于猎魔团的一切，等我醒来之后，就其他人全都死了，只有我们两个逃出来，明白吗？有禁制在，不管可不可信。团长，那个月夜真的可信吗？那我们为什么这么着急离开啊？他都只能选择和我们合作，绝对不敌。我担心会有高阶魔族来，能动用禁咒，他的身份在魔族军我来接应他，趁早离开最为保险。您怎么来？
回家了。